好，我们徐正院检这边为您持续掌握有关于柯文哲的最新消息。而柯文哲他提出的这个申请提审案呢，在10:20的时候已经开庭审理了。那在11:07的时候，双方也就是被逮捕人柯文哲，还有逮捕的机关检察官呢，都已经双方陈述完毕了。现在呢，就在等法官这个考量的结果到底如何呢？而且两个结果呢，到底又会如何的走向？如果法官认定说逮捕过程是有瑕疵的，也就是说过程不太合法的话，就可以当庭的释放柯文哲。那如果法官认为说逮捕过程都没有状况，一切合法的话，就会把案件再发回给这个地检署，由检察官来继续侦讯柯文哲。也就是说呢，如果是法官认为这个逮捕合法的话，柯文哲在侦讯完毕之后呢，声押的几率可能是会非常的高的。而柯文哲这个案子呢，其实有法界人士就分析了，也体现出了这个诉讼法上的确有一些不太明确规定的地方。因为这一次检察官这边呢会当庭逮捕柯文哲的原因，就是并不是柯文哲他拒绝侦讯，而是柯文哲拒绝夜间侦讯之外呢，夜间侦讯还想要离开这个地检署的。但是诉讼法上面有规定说，只要被告到庭之后审判长没有同意的话呢，被告是不可以离开的。但是这个仅限于在这个审判的程序的，但在准备程序、在侦查的程序上呢，是没有那个明确的规定的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呢，柯文哲的申请提审案件呢，现在的结果就已经出炉了。目前呢，法官是驳回的。而其实呢，回到刚刚的这个状况哦，如果说呢，柯文哲没有明确的规定，柯文哲必须得要留在地检署的话，也是法官必须要考量的重点之一哦。那稍后呢，我们也会有更完整的来自法院为什么会驳回的理由，我们也将持续的为您掌握最新的状况。经过了廉政署12小时讯问，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在31号凌晨将近1点，终于抵达台北地检署。被法警一左一右搀扶，表情还有点轻松，却在复讯时说他累了。柯文哲在进到地检署的2个多小时后开庭，开到一半才说要停止夜间侦讯，而且还想要马上离开侦查庭，这当然让检方不答应了，当庭将他逮捕。开到一半才拒绝夜间侦讯，但明明还有其他方法，检方说能让他暂时休息3个小时后再继续，柯文哲却不愿意，说只是来配合厘清案情，当场想要离开，更质疑不是因为犯罪嫌疑被捕，而是想要疲劳讯问，认为过程瑕疵，向法院申请提审。时间已经很晚了，那主席他没有办法接受这样子的疲劳讯问，所以主席是主张说他要拒绝夜间讯问。那检察官认为说，可能认为说不能让主席离开嘛，所以就当庭予以逮捕。法界人士强调，开侦查庭几乎不会当庭中断回家休息，柯文哲这个举动等于是跟检察官杠上了。而申请提审后，法官将开庭，如果通过了，检方的流程就要全部重来，并重新发拘票；没有通过的话，也就是法官同意检方做法，将继续开侦查庭。不过检察官当时逮捕的理由就说是有羁押必要，所以提审没通过，柯文哲被声押的几率就会相当高。这回因为只有发通知书给柯文哲，等于是自行配合到案，没有强制力，但检方怎么会这么做？如果是用拘票的话，会有检警在24小时共用的情况下，他要决定是否羁押或是释放。如果超过24小时的话，他一定要释放他人，所以他就没有用拘票。我在想，可能是因为这个避免说24小时的时间超过，所以没有发这个拘票。核发拘票后将被受限制在24小时内。以这次柯文哲为例，检联单位一出示拘票带回，就会开始计算。24小时内就要将结果送交法院，决定要声押或交保，但只发传唤通知书就没有受限在内。这回柯文哲涉入土地罪7年以上重罪，检联单位大动作侦办，柯文哲和检方也展开攻防战。TVBS 新闻陈冠宇、王金龙、苏佩宇台北采访报道。民众党主席柯文哲抵达台北地检署，一旁挤满支持和抗议群众，大声呼喊推挤，场面相当混乱。尽管经历超过12小时的讯问，柯文哲面带微笑，气色不错，步伐轻盈，短短几步路，不时左看右看，心情似乎没受到影响。
从30号清晨6点多，简连就抵达柯文哲的住家，搜索将近5小时后，他步出家门，表示自己非常坦荡，随后被带回廉政署讯问，一直到隔天凌晨12点40分被移送到地检署复讯。但检方都还没讯问完，他却表示要离开了，更不满被当庭逮捕，申请提审，只是时间倒退几小时前。今天是台湾历史上第一次，主要在野党的党主席的住家、办公室，还有中央党部也都被搜索。当然，我非常坦荡，我知道我没有问题。我也希望执政当局要清楚的说明，他今天是有什么证据，哦，要做这个动作。他在住家门口还信心满满，说知道自己没问题，还要求执政当局说清楚。但怎么真的到了询问离奇案情时，态度却出现了大转变。而为此，北检指出，询问过程中，柯文哲表示不愿继续接受询问，甚至还想要直接离开侦查庭。当下告知他可以先休息，再接受询问，但仍被拒绝，就怕他离开侦查会更加困难，当庭预知逮捕。而被告和辩护人表示要行使提审权，但检方指出，要是让他这么走了，不仅会妨害侦查，还使得案情晦暗不明。如今程序还在进行当中，社会瞩目案件过程合不合法，外界都在看，就怕有任何闪失，反而让真相石沉大海。TV新闻综合报道。千万背着吧。几千万的房贷，张文泰来的处理，我嘛唔知啊。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多次提及，家中大小账都是由夫人管，难道真是因为这样，所以陈佩琪被约谈？陈佩琪在这个案子里面到底是扮演什么角色？是家庭的账房，还是金钱流出流入的一个平台，还是他从旁来去做某些的参与，或是看到了某些事情？同时呢，彭振声的太太昨天呢也到检联呢来去做应讯，为什么这个案子都会牵涉到两个当事人的配偶？前市长、前副市长的妻子都在这次案件被约谈，民进党也质疑，难道是陈佩琪知道很多东西？大账房当然是陈佩琪，钱怎么来了？来的进来了多少？或许柯文哲不见得清楚，但是陈佩琪应该非常清楚。陈佩琪是针对过去柯文哲前市长从政期间所有大大小小的事情，他都知道的相当的清楚，所以三不五时就要上脸书好好的抒发表达意见，难怪检调要传唤陈佩琪说明。陈佩琪以证人的身份接受检方复讯后请回，民众党发声明他已经平安返家，但是根据我们了解，他其实并没有回到北市住处。就在30号晚上11点47分，民众党脸书声明，稍早陈佩琪医师以证人身份已结束侦讯，返家休息，状况都好，请大家安心。佩琪医师哦，他接受侦讯的内容，我们必须要诚实的跟大家报告，我们无从得知。昨天以证人的身份配合讯问那么久的时间，我们只知道昨天他有安然的返到休息的地方，一切都好。当下由黄珊珊亲自接送，不过到底回了哪个家，被约谈后又有啥想法，粉丝或许也期待他能再 PO 个脸书抒发抒发。 TVBS 新闻李明辉、庄嘉瑜，台北采访报道。有帮柯文哲乔金华城的事情吗？一身黑衣，戴着口罩，民众党主席柯文哲的妻子陈佩琪步入地检署，虽然挥手和大家致意，脸上却略显疲态。我跟你讲，他刚才的情况吗？历经两个多小时的讯问，陈佩琪讯后请回，走下楼时看得出来体力似乎到了极限。但就在他离开北检时，早就有一辆银色的轿车在门口等他，上头驾驶就是民众党立委黄珊珊。而似乎看见了救命稻草，陈佩琪挤过大批人群，打开后座车门，坐上车后，这才总算能好好休息。而黄珊珊也马上开车闪人。这回卷入金华城的弊案，陈佩琪以证人身份被约谈。30号中午12点多，他和柯文哲一同被带回廉政署讯问。晚间7点多移送北检复讯，大约在晚上10点被请回。但传出他将在31号再次回到北检，似乎和柯文哲被逮捕有关联。我会询问被告是否有指定的亲友需要通知，如果有的话，会制作一份逮捕通知书呢，以书面送达的方式通知该亲友。但是呢，因为本案是属于社会瞩目案件，不排除检察官为确保书面确实有送达，因此呢，通知该亲友呢到地检署来亲自签收。律师提到，其实过往也曾有打电话、寄信等方式通知亲友，但重大案件就怕出了差错，漏接电话或是信寄丢了，恐怕都会衍生出严重的影响。但敏感时刻，检方还让陈佩琪专程一趟跑到地检署，除了签收逮捕通知书外，外界也质疑或许是被掌握了刑事证，由证人转成被告都是可能的原因。体育新闻综合报道。
前台北副市长彭振生夫妇30号晚间一前一后走进北检，首度出现在镜头前的谢姓妻子戴着口罩低着头，但还是看得出憔悴面容，需要一旁廉政署人员搀扶。跟在后头戴着红色棒球帽、背着后背包的男子就是彭振生，不发一语，快步走进北检。经过漏夜侦讯10个小时，检察官认为他涉犯图利罪，犯嫌重大，向法院申押禁见。金华城案持续延烧，前台北副市长彭振生被二次约谈，关键证词指出因为柯文哲交办，所以才组成专案小组，但因为都更条例有所不妥，不敢签字。金华城案在柯文哲市府任内容积率由560%暴增到840%。北检12号第一次传唤彭振生，根据调查，金华城案都是由都委会共同决议，彭振生当时担任主委，接连怀疑自创容积奖励都是由柯文哲下指导期，更被质疑公文为何是由柯文哲来签，认为涉嫌重大，但最后无保请回，谕令限制出境出海。而根据透露，彭振生首次讯问就咬出关键点，表示自己是受到柯市长亲自交办，但检方认为还有许多实情没有说清楚，30号发动第二次搜索，直冲高雄彭振生住家搜索，带回被解侦讯。彭振生夫妻晚间11点多抵达北检，彭振生以被告的身份被约谈，而妻子则是以证人身份到场。直到凌晨12点多，柯文哲才抵达北检。两名被告分开讯问、交叉诘问后，发现似乎另有隐情。可能是比较了解彭振生生活上面或是金流上面的往来，因此才会用证人的身份来对他讯问。警方调查，目前传唤的证人苗头直指彭振生，二次约谈彭振生的证词疑似都咬着全案皆是由柯文哲主导。他的说法也成为本案关键。 TVBS 新闻陈冠宇、高子瑶和观音王湘台北采访报道。今天是来这边开会的吗？对，等一下开完会再跟大家说明。为了人还在北检的主席柯文哲，民众党紧急应变小组一大早就来党部开会。就开会啊，先开会，我们讨论。谢谢带过，就往楼上开会。民众党有备而来，看着记者会，党公职大阵仗一字排开，炮口对准北检。台北地检署公然说谎，昨天在搜索的现场，他们到底是怎么在进行搜索的？前一天中央党部搜索，明明简连告知告诉外界仅限柯文哲办公室，但民众党调出监视器，指控简连人员不但在公共办公区域东翻西找，甚至还随意翻动同仁私人东西。那北检是不是要公开讲柯文哲卡打鬼收宅？都爱搜索，柯文哲眼睛看过去的柜子，都应该要打开搜一搜，看一看吗？质疑搜索过程有瑕疵，侦讯方式也有问题。民众党质疑柯文哲因拒绝夜间侦讯，遭到检方当庭逮捕。民众党对检联30号到31号10个多小时马拉松讯问柯文哲有意见。经过了19个小时，配合调查侦讯。没有人在这样的情况下不会累。我们对于柯文哲主席拒绝接受检方长时间疲劳的讯问，捍卫自身合法的程序权益，我们表示全力的支持。捍卫主席抗议司法，民众党整装备战，为下一步司法不公预做准备。TVBS 新闻张家宝、李宗泽台北采访报道。小草重现白纸运动，只是这回不同，是高喊司法不公。他是个有雅思证的人，我相信他不会贪。麻烦，没什么事，把他放出来好吗？你们打压的已经够了，不要以为我们很软。我们虽然人很少，也很理性，我们也是有火气的，好不好？周六早上10点，小草们台北地检署集结，不少人北上支持，甚至有的讲到落泪。只觉得你们比国民党对付陈水扁，比这更荒唐的方法要来对付。不舍柯文哲被司法如此对待，尤其眼看他因为拒绝夜间侦讯要离开侦查庭，遭北检当场逮捕。小草静坐控诉，上百名员警戒备。台北市警察局长李希和亲自作证，因为就怕柯粉和柯黑再发生冲突。我讲报应到了不行吗？
就在柯文哲被移送北检当晚，场外大骂报应到了，甚至双方差点打起来，远警立刻上前制止，即便架设巨马，双方还是吵没完。柯文哲被检调带回也登上外媒版面，韩联社以标题住房争议挟持年轻人的柯文哲因房产争议陷入尴尬，南华早报则以台湾主要反对派人物因贪腐接受调查，柯文哲的政治路国际也很关注。 TVBS 吴俊伟、刘俊阳、佩如玉亚台场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